首先我代表萬常會好衷心感謝阿 Vinny U 同埋一班學生喺咁多年嚟對萬常會嘅支持啦。咁 Vinny 咧就好熱心公益嘅，喺多年來咧好推廣呢個排舞呢項有啲身心嘅運動。咁同時咧亦都好積極咁幫助社區有需要嘅人士。出錢出力之餘咧，佢嘅愛心係值得我哋嘉許嘅。而佢哋團隊嘅導師咧，亦都好盡心盡力咁，使到啲活動咧搞得好有成績。今次嘅 Dance with Pool 咧，係萬常會籌款而推出嘅呢個排舞光碟啦，係目標係令到我哋嗰啲排熱愛排舞嘅人士係隨時可以好方便咁樣温故知新，亦都可以推出嚟。但係有時咧，新不如舊，咁啊舊嘅舞我哋又唔想放棄。咁如果係想跳又唔記得咗咁點咧？咁我就覺得推出呢個 DVD 好有價值啦。咁一來又收藏啦，二來又可以，如果對排舞係好熱愛嘅朋友，應該留為紀念啦。咁就可以。我係有跟住嚟嘅熱愛排舞嘅朋友，如果得到呢個碟嘅話咧，都應該對佢好有幫助，因為十年前嘅舞我哋而家都喺度跳緊。咁所以就希望所有同學或者係，就算不是我的學生，你就是跳排舞的，應該買這套碟。我想代表萬常會多謝各位的誠心和萬常會的支持，同埋萬常會咧係亦都喺度啦，希望各界對個排舞的愛好者係踴躍購買呢個好具有收藏價值的光碟，同埋咧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萬常會，同埋繼續知道萬常會可以提供優質服務俾有需要的人士。多謝大家。嗰日就我啲團隊老師會同嚟出席嘅朋友玩啦，即係免費玩三個鐘啦。咁當然嗰啲舞就係經典，係一啲好popular 嘅排舞，同啲同學玩啦。咁嗰日仲會係簽翻一張嘉許狀俾嗰啲出席的朋友啦，等6月6號啫，我哋嘅成果係點？係啊，都係睇下各位支持啦，又。